今日看位伫台南市北区的台南转运站哦，伫早起11点，有一个查某人哦，用脚踏在单车的民众，人个走出转运站，佮黑白拍经过的民众。转运站的保全是出面压制一个查某人，嘛赶紧报案，警方嘛以伤害罪嫌侦办。敢是去翕到这个房门尾的负责人，十日早起7点外走入去台南转运站内底，无依无故雄雄共踢，然后就随即去外口阁攻击当日等红灯的民众。这时阵转运站内底保全已经赶紧走出来，甲负责人阻挡，通知警方。他是在那个里边先攻击别的，对，然后他出来抽烟，我家禁烟区嘛，所以我就请他到外边去。客运人员已经有出来跟我说，已经有报警了，叫我就是注意他的动向这样子。本分局接获报案后，立即派员赶赴现场，将女子带回侦办，全案依伤害罪嫌侦办中。警方真紧就到现场，刚才看到负责人伫遐，问完了就随家伊带返去侦办。那后续我们也会加强站内的巡逻，并且要求一定要依照 SOP 的程序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，预防自己受伤吧。然后可能会保护自己的财损。如果有保全或是有就是转运站这边的人的介入的话，我觉得是有在做事，还不错。警方强调，虽然两个受害者拢无要甲过，不过警方要协调伤害罪嫌侦办。也拿转运站的安全维护，台南市交通局强调，那拄到这款状况，转运站除了会随应变以外，嘛拢会伫第一时间报警察应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